5.0 激增的野马来了，这期带来美式肌肉跑车福特野马 GT 5.0 真正的野马加速性能到底怎么样呢？车主进行过性能升级，原厂搭载 5.0 升 V8 自然吸气发动机，车主加装了机械增压，最大马力从原厂421匹提升到750匹，扭矩900牛米，匹配六速手动变速箱，前置后驱布局。下面先听个声浪，上高速看下极速，视频拍摄于德国无限速高速启功模仿，监测下100-200加速，100-200用时6.53秒。速表只能显示到260， GPS 车速还在继续增加。最高车速290，你觉得这是极速吗？欢迎评论区讨论。